在这里我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南被委以重任，担任全面改革开放的旗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2019年3月27日，李克强总理到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考察工作，强调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落实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100万计划，高职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机遇。亲切的关怀，备受鼓舞，肩负的使命任重道远。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的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正在奋力书写新一轮中国特色高水平办学的崭新篇章。在机遇与挑战面前，谁抓住了机遇，谁就是历史的创造者。时代选择了海经贸，海经贸也正在书写着新的时代。主学力能，知行合一。晨曦中，朗朗的书声弥漫着校园，星光下，孜孜的追求厚重着青春。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倡导以学生为中心，以质量为生命，以服务为导向的办学理念，着力培养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高度融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青春在这里绽放，人生在这里出彩。以党的建设统领学校全面发展，构建一组一学一院一堂一会一坛一团一网一幅一地的十个一思想政治工作格局，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探索和构建新时代高职院校三权育人一体化工作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在未来经贸类艺术技能人才的内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的理想和创造一同向着明天飞扬。博士硕士看重这里，学者专家关注这里，注重内涵，走出去，请进来，打造一支高素质教育团队。学校双师型教师超过85%，还有来自海内外高校、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的200余名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学校坚持合作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施企业、企业家、企业优秀文化进校园和学生进企业、教师进行业、学校进社会，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竞争力，教师的行业企业影响力，学校的社会社区贡献力。新时代的脚步奏响着大变革大开放的旋律，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全面实施信息化教学改革，实现了办公与教学区域无线网络全覆盖，建成了沉浸式教室、移动智慧教室、经贸客栈等一批信息化教室，在省内率先开展移动环境下即时互动教学，逐步形成经贸大数据、
并应用于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构建起一种基于互联网的移动、远程、在线、泛在、碎片化教育教学随行模式，全力打造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目光如炬，工匠精神在这里闪耀。你已经很优秀，但你还可以更卓越；你已经很出色，但你还可以更出彩。你从不担心未来，学习就是营造未来。你从不担心梦想，毕业就是梦想绽放。不断探索，品牌建设更加自觉；不断创造，文化建设愈发自信。学校坚持文化育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助力学生成长成才。连续十年评选经贸自强之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连续14年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提供高水平志愿服务。近50个大学生社团为学生张扬个性和全面发展提供平台，丰富多样的人文课程和校园文化活动陶冶学生情操，滋养学生心灵。面向海洋的海经贸思想是深邃的，学校坚持开放发展，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先后与近20多个国家的30多所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设有校际交换生、课程培训、学历提升、境外实习就业等国际合作项目。独特的办学优势、成熟的办学体系、优良的办学生态，今天的海经贸到处铿锵着更好更快的步伐，到处展现着转型升级的精彩，到处闪烁着创新驱动的智慧。奖牌桂冠让海经贸人既有一往无前的豪情，更有时不我待的警醒。逐浪巅峰豪情在，又见春风卷潮来。今天的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迎着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春风，全力推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如筑梦想，砥砺奋进。